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停止，可以抢救。坦克，哟，抬回去。是。报告203，向北去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呢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是，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
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伤对你可有好处啊。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好。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也许他穿庙而过呢？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连生，连生回来吧。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善，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祖慈悲。连生，你回来吧，小连生。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苏营地出发。
多谢参议，谢谢炮长了。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哼，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多谢参议提拔。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不会吧？不会。怎么办？那怎么办？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那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办呢？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啊。拉了个巴子，这个别动，站住！往哪跑？站住！不是，站住！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是谁呀、啊、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啊、小卢家的老婆。嗯，想不到吧？说过呀，这个家伙真狡猾。白茹，他怎么说的？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图？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
可能都是小卢家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嗯。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嗯，对。哎，白茹，嗯，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看样子她不知道。好，继续说。啊，她还说小卢将和易左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特务？特务？报告，坦克，坦克回来了。坦克，坦克回来了。报告二连三，怎么样？抓住了没有？怎么样？抓住了抓住了没有？啊，说呀说呀，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来把图搞清楚。对，小卢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你还有一张图。图？图？你让我想想，我想想。我有罪，我该死，我亲爱的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爱的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图在哪儿？在我老婆那。你老婆呢？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好了，带走。提醒一撮毛，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哦，对，对，对对。你是干什么的？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叫什么？狼战山。狼战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
请首长处分我吧。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快说，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哼，刘文山，有。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嗨，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先截图的。啊！没有，没有，举手来，举手来，举手来，别动。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报告，进来。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都查对过了吗？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是。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魏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什么？让我化妆成土匪，上魏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甲这份真闲前途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条件？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203，小李子回来了。203，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是是，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是。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司长，你们是哪个六子？中队。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料子？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是啊，干什么？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下弟，原谅下弟。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案。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对，你说的对呀。走。是。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是啊，你跑什么呀？你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那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也……你这话说的对呀。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对呀、啊，是啊，可不能大意了。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吧？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对，都是自己弟兄，都是咱们一家人。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那个五九四十五。对，五九那是45个。对，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哎呀，快，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放心，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暗沟那从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妙啊，有料啊，太妙了啊。妙。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好，这真是个好地方。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呢？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好，我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好，弟兄们，走了，把他给我拉下去。我走了。三老四少。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马好马好，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好吧的，天下大大了。嘿嘿，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说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宴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是这样，是这样。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哪一点？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不会的，我考虑过。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有。讲你的条件。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对对，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对，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三郎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不准说话啊！老实在这。跑人了！跑了，跑人了！快追！快追呀！往哪儿跑啊？往那边跑了。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对，知道了。进山以前
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我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永琪，老总，老总，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儿。永琪，我求求你，大娘，大娘，妈，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是啊，首长，是啊，你信得过我们吧？你信得过我们不？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对对，发给我们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坐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那怎么办？是啊，怎么办呢？没办法，也没有穿的。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首长，没那么快，那是大伙儿盼的。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对，打了狗日的。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有机车呀，在哪儿呢？藏着呢。能开吗？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18吨的需要2天时间。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你笑什么呢？说嘛，这可是个力气活啊。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拜见三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拜见过阿妈了。他方程没有把飞宝飞宝飞宝，马海马哈，正少说话，声音还没有降。好吧的，好吧的，天下大大了。脸红什么？说说 说，精神焕发，就不要慌了。慌了！嘿嘿，方冷突的辣。晒的晒的，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许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三爷，打听他干什么？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哦，先遣图。对对对，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嗯，是有这么回事。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知道知道知道。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以前在。现在呢？现在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你说吧。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他们要滚滚滚。老胡啊，来坐下说啊。坐下坐下。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对对。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嗯，对呀。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那是，对，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嗯，对啊，对对。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他说什么？他说的。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去他妈的！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他妈的！真他妈不够朋友！他谁的？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嗯。啊，对。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说什么呢？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这好啊！去他妈的吧！你谁他妈的？你他妈的！成了屁股。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什么？听他的话？什么？什么？屁！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他要赔。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那是自个儿干自个儿的。就是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对。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嘿，这小子啊，他那媳妇儿想得好。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什么？是不是那图啊？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他妈的，我不干。不干。对对，抢他个狗日的，抢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嗯，先灌醉他。对，灌灌灌灌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对对对，你可别喝醉了我。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对对对，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对，宰那狗娘养的。嗯，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好，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敬礼，敬礼喽！Thank you.
胡啊，老胡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谢三爷，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谢三爷，来来来，祝贺胡团部入城！祝贺胡团部入城！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尝尝了，请请。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好，向您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建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蒋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解放军万岁。大娘，哎，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他骂了爸子。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好，越快越好。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
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指使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三爷，瞧我的了。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怎么回事？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分到一点点粮食。永琪，这可不行啊！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大娘，哎，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哎呀！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都去了。都去了。怎么了，三爷？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
神和庙送咱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嗯，老爸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嗯，对。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哦，原来是这样。慢他，慢他，老九，慢他！三爷，共军来了。老九，我叫你别打。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哎，三爷，你看，十来个。老九，好枪法。是不会啊。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快！弟兄们，累不累？好，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直线冲上去，冲得好！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是啊，叫胡彪。胡彪，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啊，是我引他上的山。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是一张什么图啊？先遣图。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玩意儿。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一撮毛？啊，没有。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班里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可找到你了。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来，大声点，准备路上吃。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谢谢参议，好说好说。谢谢参议，快走吧，我不送了啊，我不送了。小卢江和一朵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好，路上要注意警惕啊。是。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向左，右，闯黄旭柏，赶快追击老道。是。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是。去吧。参谋长，火车来了。看清楚了吗？看清了。地雷埋好了没有？报告，埋好了。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啊！快！同志，哟，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是，小分队跟我来。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快快快快。Thank you.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报告，村长电话回来了。老孙，老孙，老孙，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报告，去。老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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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龙，赶快抢救！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刘继堂，有。集合队伍，准备出发。是啊，永琪同志，走！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二零三，民兵小队全部带队。好，出发。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吉宴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郭探副，三爷有请。回禀三爷，
叔我马上就到。是。丁三爷，老九奉命来见。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啊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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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是啊，是啊，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是啊，对，你从哪来？从哪来？什么来了？说说说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说说说，哪来？是不是你们三爷来？说说说说。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个三爷呀？哦，是宝贝没有了吧？啊，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皇帝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你说什么？真胡彪早死了。死了？你有什么证据？我就是证据。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不在。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
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喝什么酒？喝什么酒？慢着，怎么回事？我没喝过酒啊。嗯，三爷，让我说吗？说。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你还没喝过呢吗？啊？喝了哪喝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银剑人呢？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什么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哎，你大哥说瞎话了！哎，你大哥，你自己也现在你这，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他，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才。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对。你说你来干什么？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说。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杀妖精，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是。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是共军，三爷，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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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老九，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三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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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三爷，你快快快快吧！三婶，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好。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是。饶命，饶命！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干得好啊，二零三，子荣同志。子荣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杨队长，高波，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